随着年底到来，Apple 表扬2023年最受喜爱的 App 和游戏，并为超过35个国家和地区的使用者提供在地化的年终排行榜。2023年排行榜现已发布于 App Store 的 Today 标签页，包括热门免费与付费 App 和游戏，以及热门 Apple Arcade 游戏。除了年终排行榜，使用者也可以探索2023年 App Store Award 得主、App Store 编辑团队评选出这些能够为使用者提供有意义的体验并启发文化变革的年度最佳 App 和游戏。App Store 是世界上最安全、最有活力的 App 市场，向每周超过6.5亿名的访客推荐最优质的 App 与游戏。由 App Store 全球编辑团队精心挑选内容 ，Today App 和游戏标签页是使用者每日造访之地，透过易于浏览的区块发掘 App 内活动、原创故事、深入访谈、诀窍和精选集，以及根据自身兴趣提供的个人化内容。以下是2023年台湾下载次数最多的免费 App 和游戏。第一名 Coupon 酷烹限领首购7折优惠。第二名 Threads and Instagram App。 第三名 Mixerbox BFF Location Tracker。 第四名 Who Your World。 第五名 Google。 第六名 TikTok Global Video Community。 第七名虾皮购物，花得更少买得更好。第八名 Instagram。 第九名 Line。 第十名 Gmail Email by Google。 以上是苹果 iNews 报道。